第二节还剩下六分钟左右的时间。哈哈，景浩跟宋宇轩这两个蛮可爱的哈。好，基本上吴永生应该也知道这次的上篮呢、啊、可能会被法师给干扰到，所以不管是被打火锅或是没有进啊，旁边的队友。景浩这个算戏精模仿也是蛮厉害的。嗯，我觉得景浩真的。来到 Plus League 这边真的很适合他哦，因为这边球迷这么多，就是想要看到这种表现，表演也可以。